一个人，两个我，欢迎来到我的焦糖人生。管他什么时间不时间，别强求了自己有太多意见，默契就勇敢，勇敢就孤单，绕了几个弯后才能释怀。管他什么幸运不幸运，放完认真点，视频不好了吗？视频放出来了，刘畅要给我做歌，就这么多认真，怎么来呢？听到吗？但是刘畅老师给你写所有歌，在你的反应反响都特别好，非常好，每次都是你最不喜欢的，最后反响都好，所以说要了解这个。什么叫我最不喜欢？那反响都好，哪一首歌不是我挑的？我选中的话，我不喜欢你能收啊？没，你不也给我听过别的歌？我不也没收吗？就是第一遍，你看这个。我作证，就是你选的都是你满意，你才能发出来的。他认识十年了，他就这么对我，多年认识，那时候我才七岁。哦，你今年17岁呀、啊？来吧来吧来。难怪你拍初恋那件小事儿。